洛奇亚要潜水抓，打得很快。等一下，技能等级不是吃同一张生意的，越高等级需要越多张。我第一个抓到小火龙啊！好了，那个 Edward 晚安。七颗，好，十颗。做个全体，这边做出钻石，我可能明天再继续刷吧，不然好累哦。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练卡片等级？打紧急啊，每天都有紧急啊。哎，那不。如果要抓到全部的神奇宝贝，不就要到处飞？一般人哪有办法啊？心符只会加攻击力吗？不会消，不会加，它只是，我觉得没有必要存心符纸啊，没差。花15颗练到技武，小心看路看车，真的啊！我觉得到时候天下大乱啊！如果真的开放了，鬼岛有很多鬼师，台湾鬼岛，来破防来破一下。这有办法破吗？254倍，感觉可以吧？好，破了破了，酒吞一只破掉了。好了，全开。一开始先不用拉精华石，时间快没的时候再拉掉。反正现在倍率已经够了，就轻松打。好，这应该又是一个满回。
外面好像要开始下雨。看一下几分，刚刚六万六，这一次七万六千分哎。七万六千分，靠腰没有录影到，算了。